大家好，我叫阿妖，欢迎来到戏骨教戏。上一集我已经教大家第一类慢歌常用的打法，今天我会示范第二类的打法。这一类主要是用 tom-tom， 我会提供两个的变化，然后示范打在几首不同的戏歌。跟上一集一样，我已经将不同长度的打法写出来，大家可以参考我的鼓谱，就知道如何打不同强度的 pitch。